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首先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可以和恒大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庆祝恒大20周年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。我记得1996年的时候，我还挺小的，人生当中一直到今年2016年，面对了经过了很多很多的选择，但是20年要成就这样。 伟大的一个事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每一步的选择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每一次在心中所期许的梦想，都会把它静静地放在心中，在努力地朝它靠近。也就是到了2016年的今天，我也希望把这一份祝福和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方向，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表达，叫做《终于等到你》，祝恒大生日快乐。 珍惜，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做。
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醒不来的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不只是这一个二十年要共度一程，也希望未来的日子有更多人和恒大一起共度一生。谢谢。